好，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V 活酵母维米水精华，然后它的外壳呢很像一个可爱的牛奶盒，然后呢打开之后它里面瓶身是这样子的，还有它的是这个外出型的旅行包，很方便。好，那要怎么使用呢？就是呢我们先倒在这边，然后呢稍微哇，它这好水润哦。然后呢再来，你们看到有它的拉丝感已经出来了，超强的，好厉害哦。这样子大家可以试试看哦。然后呢我们就把刚才呢拉丝完的呢就把这些精华涂在脸上，很水润，因为昨天有出去晒太阳，你看，让这个精华液呢都吸收进去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去订购哦。